把圣经打到马太福音第23章第13节，马太福音第23章第13节，咱们先读到第15节，从马太福音23章13节读到第15节，也是为新约圣经29页，新约圣经29页，找到咱们开声朗读。一、二，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胜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便使他成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好，咱们一会儿闭目。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引导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认识你这一位独一的真神。阿门。因为你从来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阿门。你应许我们的话从来没有落空。阿门。你必照着你的应许赐福这一小群。阿门。求你赐福整个广州这块土地。阿门。使这里的众弟兄姊妹都能在真道上同归于一。阿门。求你保守我们的聚会。阿门。除去一切的拦阻。阿门。除去撒旦一切的搅扰。阿门。在我们中间居首位掌王权。阿门。求你使用你自己的瓦器。阿门。你怎样使用了上古时代那些众先知众使徒，今天照样使用他。阿门。使他讲说每一句话也按照主你的指引，按照主你圣灵的带领。阿门。求你亲自在我们中间动善功。阿门。使每个弟兄姊妹心窍得以开启。阿门。求你亲自来照明每个弟兄姊妹心中的眼睛。阿门。使我们属灵的眼睛得以开启。阿门。能以看见属灵的亮光。阿门。求你赐给我们天上的粮食，使我们属灵的生命得以饱足。阿门。求你赐给我们天上的活水，使我们属灵的生命得到滋润。阿门。求你来帮助今天晚上这一点的时间。阿门。把这有限的时间交在你大能的手中。阿门。借着有限的时间，把你自己无限的道彰显在我们中间。阿门。借着你有限的瓦器，将你自己能力彰显在我们中间。阿门。将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中间。阿门。除去撒旦一切的搅扰。阿门。使我们静静地聆听你从天上来的训诲。阿门。求你帮助你自己的瓦器。阿门。赐给他口才、智慧、能力和权柄。阿门。使他每讲一句话被圣灵所带领。阿门。被圣灵所光照。阿门。你使听的和讲的被一灵所穿戴。阿门。被一灵所引导。阿门。求你在我们中间居首位掌王权。阿门。引导众弟兄姊妹在基督的真道上合而为一。阿门。保守我们今天晚上这一点的时间。阿门。按照你自己的旨意带领我们的聚会。阿门。但愿众弟兄姊妹的心灵都达到主你的面前。阿门。使我们每个人将心智改换一新。阿门。来聆听你从天上来的训诲。阿门。应允我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好，咱们继续来交通教导与教训，把这个关上。教导与教训，我们已经讲了三天了，今天是第四天。好，咱们看这段经文，第13节，耶稣基督亲口来责备那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罪了，是有祸了。有祸了。为什么？为什么说有祸了呢？这里面说，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进神国只有一道门，是不是啊？是。今天进家门有多道门，进神国只有一道门，
是不是啊？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必认识我的父。啊，你们看见他，并且已经认识他。是。因为只有一道门。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上帝在人未离开世界以前，给每一个人一次机会。什么机会？就是从这个门进去。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出入得草吃。不是从这门进去的不能得草吃。越过了基督的教训，不长守的就没有神，长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对对，是不是？是。所以耶稣基督提到这个门不是从他进去的，拦阻人认识耶稣的，就等于把天国的门给关上了。对，他们自己不进去，别人想进去枉然，他们也不让。他把人拦阻在律法里头，你只要在律法里，你永远不会认识神的。我今天上午讲到，我们是脱离律法呢，是守住律法。脱离律法，神在圣经的记载是我们脱离律法，因为不脱离律法，你永远也不能见神。对，是不是啊？是。保罗说，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我向律法死才能向神活着，我若不向律法死，没办法向神活着。是的。因为我的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我若向律法活着，就不能向神活着，我若向神活着，就不能向律法活着。这是驳不倒的理，是不是啊？是。我们可以看几段经文，我们可以看上一堂课我们查到了罗马书第七章，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二章，加拉太书的第二章16节，找到吗？找到了。我们从16节往下看，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叫人犯罪吗？断乎不是。这里面说，我们是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叫人犯罪吗？断乎不是。下面说，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我问弟兄姊妹，我是在律法下向律法活着，是向基督活着？向基督活。我如果向律法活着，能不能向基督活着？不能。为什么？为什么？你得找到原因呢、啊。为什么我向律法活就没有办法向神活着？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出一件事情，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乃是归入他的死。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我才能可以向神活着，不向律法死，我就没有办法向神活着。这是保罗，上帝从这个守律法中间拣选一个人。保罗是不是律法？是。是不是守律法的？是。是不是法利赛人？是。是不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是。他守律法是无可指摘的，谁也挑不出他的毛病，是不是啊？是。他既是这样的，是在律法下的，上帝把他拣选作为全整个新约的一个榜样。他是要脱离律法呢，他是继续的，上帝拣选完了他继续守律法呢？脱离律法。我上节课讲到了罗马书的第6章，罗马书的第7章都讲到他脱离律法，不是守住律法，是不是啊？是。那么我们看这段经文特别特别重要，你只要有生命的人，我这就给你查圣经，我不用讲这句话，你里边豁然开朗。你只要有生命的人，
这里面说什么？这里面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那么这个信耶稣基督是因，不是守律法是因，是不是啊？是。那因就有果，对不对？对。那果是什么？我称义。途径是什么？是因信耶稣，是因守律法呢？因信耶稣。如果因守律法就可以称义，耶稣就不必要死了。对。是不是啊？是。耶稣死就是枉然了，是不是啊？就是徒劳了。耶稣为什么要死？就是我们守不住，他才死呢。犹太人做个例子，整个这个都全部倒闭旷野，就成为全世界将来的人，我们新约这些人成为我们的间接。他死倒闭旷野是因为什么？在未颁布律法以前没死人，没死过人，颁布完律法就开始死人了，一天就死了3000人。原因是因为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你根本就行不了的。我们看一段经文，把这些隔上。我们看罗马书，罗马书第8章。首先看你能否守住律法，如果你能守住律法，那上帝不让你守，那是上帝不讲理。第8章第3节，罗马书第8章第3节，找到没有？找到了。我来读，弟兄姊妹来听。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律法既因肉体软弱，神才差遣他的独生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成为你自己的形状。他为什么成为你的形状？好成为你的替身。他替你死，成为你的替身，替你死，义的代替不义的，才能把你替出来。阿门，阿门。不然就替不出你，因为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能不能行了？不能，不能行了。加拉太书又说了，不能行。我们再看加拉太书第2章，回到16节。加拉太书第2章16节啊，我们看这段经文。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是不是否定？是，不是因行律法，是否定的意思。下面说，乃是因信耶稣基督。乃是是肯定的意思，不是是否定，乃是是肯定。不是什么因行律法，乃是什么因信耶稣基督。下面说，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已经在这里又肯定的因信耶稣基督称义，否定了因行律法称义。对，这么说，因为原因是有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称义，又否定了。那我今天靠律法，我就在罪里头，一个劲儿在罪里头。我从生下那天，我要在律法下，我到死那天，我也在罪里头，是不是？是。因为这里明显讲了，昨天我也讲，今天我也讲，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这就是罪的定义。那么今天我要想不违背律法，是在律法以下，是脱离律法。脱离律法。我上午讲到了罗马书的第7章第6节说，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律法，叫我们服侍主。是脱离律法的人服侍主，还是在律法以下的人服侍主？脱离律法。这很明显，这话就这么说的。因为脱离律法的人才能正式服侍主，没有脱离律法的人他不能服侍主，因为他是什么人？罪人。罪人。凡以行律法为本的是被咒诅的人，要去服侍主，可以不可以？不可以。这是不能服侍主的。上帝所分别为圣拣选出来的，历史历代拣选众先知众使徒，首先他们是脱离罪的，
是不是啊？是。那么这个罪的定义是什么？违背律法，凡犯罪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罪的诠释是什么？就是律法。罪的诠释就是律法。罪的公价是什么？死。罪的公价是死。那我在律法下，我肯定犯律法，因为我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啊。我只要在律法下，我肯定得犯律法，定下来的。因为这里面说，凡有血气的，你有没有血？有。你喘不喘气？喘。包没包括你？包括。凡有血气的，包没包括保罗？包括。包没包括亚伯拉罕？包括。以利亚？包括。凡有血气的，就是指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行律法在神面前成义，这是明显的。犹太人现在把这个天国的门堵住了，你别进去啊！我不进去，你也别进去。是不是这样？是。他们不想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他们也不让进去，把你拦阻在哪儿？前面就有他们坐在摩西的位上，愿坐高位，是不是？是。会堂的首位，愿当老大，山大王，是不是？是。我是老大之君，除了我，再没有比我更大的。愿坐首会堂的首座，是不是？愿在十字路口叫人问他的安，表明什么？高举谁？高举自己。那么保罗说，我到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钉他钉十字架这件事儿。人子被举起来，就必吸引万人归向主。举谁？举耶稣是解举我。举耶稣。我们今天传讲的是耶稣基督，还是传讲我自己？传讲耶稣基督。如果我不传基督，我就有祸了。如果我不传基督，我传我自己，我就有祸了。对，是的。是不是啊？是。人都算不得什么，神不开启人的眼睛，人什么也不是。神不差遣人，人就不能做什么。对对。是不是啊？对对。神差遣谁，你就被谁使用。神差遣这个人，这个人就是被神使用的。对。对不对啊？对。不差遣你，你就张口结舌的。你讲不了天上的话，你就讲地上的话。是不是？你讲不了生命之道，你肯定讲生活之道。是的，是。你讲不了恩典，你就得讲律法。你一讲律法，把人都带到咒诅中间了。对。我们看一段经文，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节。第三章第十节。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节，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掉，都要成全。我上午讲的成全，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对对，是。原来是字句，成全成经义了。原来是刻在石板上，现在刻在心板上了。对。原来是定罪的，现在变成义了。阿门阿门。原来是死的，现在变成活的。阿门。是吧？原来是用墨写的，现在是用灵写的。阿们。原来是写在石头上，现在是写在心板上。阿们。这就是律法的成全。原来是影子，现在是基督是实体的。阿们。我得到基督，就等于把律法所有的要求都达到。阿们。因为义的代替不义的，耶稣已经替我代替了。是的，感谢主。如果我不接受耶稣，律法上所有规条我要靠肉体去成全，我永远成全不了的。是的。我们看这段经文第十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凡是多少人？所有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都全部、没有说有一部分受咒诅，另一部分不受咒诅，没有这话。就是凡想要靠律法，以行律法为本的，不管你成不成义，你想要以行律法为本的，你就是被咒诅的。你不想脱离律法的，你就是被咒诅的。对，要咒诅啊，是要赐福。赐福。上帝是赐福的源头。阿门。不是降祸的源头。阿门。是不是？他对信他名之人就是赐福。他都拒绝他救恩的人就是降祸。历史历代都是这样的，逃不了的。
只要你不肯从律法里出来，你是自找的咒诅啊。是的，是的，是不是？你自找的，没有人叫你往那里去，是不是？你自己要往那里钻。这里边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是被咒诅的。有人拿这话错解，你看这边告诉凡以行律法为本的还是被咒诅，那边告诉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也是被咒诅，这到底是行啊是不行，就把这句话给矛盾化了。这句话不是矛盾化，这句话是那些要靠律法以行律法为本的还不常照律法书上的话去行，还得犯，还得隔三差五的犯一条两条的，那是不行的。是，你要守就守全，一条也别犯。是，但圣经刚才说了，加拉太书第二章刚才说了，怎么说的？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的。对，你只要守，你就守不住，定下来了。是，因为什么守不住？你软弱，是不是？是，你的肉体血气的肉体软弱，根本就守不住。你只要守，肯定被咒诅。你只要守，肯定守不住。你肯定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知识去行啊，因为他要求的你就做不了，他要求的太高了。我必须借着另外一个途径才能达到上帝的标准，才能达到律法的标准，而且远超过律法。那我就得怎么办呢？脱离律法。我们看啊，脱离。进入哪？进入恩典。脱离律法，进入恩典。脱离，我要想不被咒诅，不是守住，是从他里面出来。我要想不被日本鬼子打死，我就从日本鬼那里逃出来。对你听清楚不？听清楚。我要想在伊甸园里头不吃分别善恶树果，我离他远一点，我去吃了肯定死，是不是？我要想今天不受律法的咒诅，我必须脱离律法。对，是的。借着什么？借着信。借着信。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阿门。必须另外找一个活的途径，基督在你里面活着。阿门。替你活着，好不好？好。基督不但要替你死，而且要替你活着。阿门。你让不让？让。你把死的权柄让给基督了，主啊，你替我罪死了。你还要把活的权柄让给基督，主啊，你在我里面长大成人，替我活着。阿门。这是圣经的话。阿门。这不是我的话。阿门。是不是啊？是。我活着，就得靠肉体。我靠肉体就得去守律法，我只要守律法，我肯定得犯，我只要犯律法，肯定进咒诅。定下来，这是一连串的，是不是？是。守律法就是咒诅的因，靠恩典就是赐福的因。阿门。我离开恩典，就等于进入咒诅；我离开律法，就等于进入赐福。阿门。对不对？对。再看一下，再看罗马书第七章第六节。再看罗马书第七章第六节，我不向律法死，我不脱离律法，我就想要，是不是啊？我就想要服侍主，想要得到赐福，是不是啊？想要进天国得永生，进是不是啊？成为神的儿子，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在律法下是奴仆，你怎么能成为神的儿子？好，我们看啊，我们看。罗马书的第七章的第六节，当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是脱离律法的人服侍主啊，还是未脱离律法的人服侍主？脱离律法。那上面讲的清不清楚？清楚。是我编的还是圣经已经默示的话？是圣经默示的。那上面说，当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是不是啊？是。现今就脱离了律法。什么叫脱？脱下去。脱下去。离是什么？离开。离开。
脱离律法，这谁都知道什么叫脱离，只要中国人你就知道什么叫脱离律法。那么现在看，是脱离律法的人多，还是在律法下想要靠肉体努力的手的人多？在律法下的人多。想要靠律法成义的人多，是想要靠信耶稣基督白白成义的人多。靠律法成义。你为什么要受洗？受洗归入他的死。为什么归入他的死？脱离罪。啊？你要不死，就你活着。对。把那门关上，快！你要不死，就你活着。你活着，你就得想方设法要守。你只要想方设法守，你就守不住。你守不住了，你就被咒诅，你就不能服侍主。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弟兄姊妹，没从律法里脱离出来的，不要服侍主。对，因为你在咒诅还没有脱离，是不是啊？死亡还没有脱离，罪没有脱离，撒旦的权势没有脱离，黑暗的权势没有脱离，就去服侍主去了。这样服侍的人对主太轻慢了，因为主就这么说的，耶稣活上死的目的是什么？活上死。耶稣为什么活上死了？我们看一段经文，先看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三节，他为什么死？是把我从律法里赎出来，还是继续叫我在律法下待着？在律法下赎出来。找到没？找到了。第十三节，三章的第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基督，因信得着所应许的神圣灵。好。得圣灵是借着什么途径？信心。这里边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出是从律法里出来，还是继续在律法里？这里边直接说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他死是救你脱离律法，你又跑律法里头，你一进律法里头，你就没有办法控制你自己不犯罪。是，你控制一下试试来。越守律法，私欲越多，私欲越多，私欲既怀了胎，生出什么？罪来。不从律，不向律法死的人，就想好好的活着，能不能好好活着？不能。好，私欲既怀了胎，生出什么？罪来。生出罪来，罪既长成，生出什么？罪。罪的工价乃是死，你就没有办法向神活着。这里边直接就这么说的。对，好，再看，再看，你要想得着应许的圣灵，只有一样，你没得圣灵，我跟你说话你听不懂，我说天上话，你用肉体去领受，是不是啊？是。你没有重生生命的人，就跟尼哥底母一样，你注重外在，注重名，注重利，你有了重生生命，给我金山我也不换。是的。对。给我一座金山我也不换。是的。可不像犹大的为了30块钱把耶稣基督给卖了，可不像亚西多夫啊为了看到亚沙龙的势力特别大把大卫给出卖了跟着亚沙龙跑，可不像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把长子名分给卖了。现在这样属肉体的人多不多呢？多。他一辈子都不会明白，这样属肉体的人一辈子都不会明白的，因为他不想明白。有的人就不想明白，我不想明白，我就得点现实的肉体的好处就行了。我们看，再看一段经文，我们看一段经文啊，不从律法里出来，那么你就是被咒诅了。我们再看第四章，第四章第一节，耶稣基督。活上死，付出了死的代价，付出了血的代价，为全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谁信他的就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是的。为什么定罪？因为你不信他为你死在十字架，赎出你脱离律法，你又跑到律法里头，所以你是被咒诅的。对，跑不了的。我们看第四章一节，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天父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啊。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了。阿们。后嗣是承受产业者。是的。儿子是承受产业者。是的。你只要是儿子就是承受产业，你怎么样才能成为儿子呢？从律法再出来，是脱离律法呢，还是继续在律法下呢？脱离律法。很明显，这里边说，基督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说是不是？基督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啊。为什么要为女子所生呢？第一件事。我们是谁的后裔？女人的后裔。我们是男人的后裔。你肉体不是男人后裔，你肉体姓谁的姓？圣经创世纪的第三章提没提到女人的后裔要伤魔鬼的头？是不是？是。那你这个肉体是谁的后裔？男人的后裔。耶稣基督那个身体是谁的后裔？女人的后裔。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耶稣身体是无教的，你的身体是有罪的。是，是不是啊？是。耶稣的身体是童贞女生的，你的身体是妇女生的。是，是的。是不是啊？是。耶稣的身体是道成的，你的身体是土成的。是。耶稣身体是生的，你的身体是造的。是的。一不一样？不一样。耶稣身体是无罪的，你的身体是有罪的。对。耶稣身体是无瑕疵的，你的身体是有瑕疵的。是。是。你现在是要耶稣的身体啊，是留着你自己的。要耶稣的身体，耶稣身体怎么能给你？你为什么吃晚餐？吃晚餐是不是受洗是把我的身体钉死，把我的生命流淌出去？吃晚餐是把耶稣基督的身体接受进来，阿门。耶稣的血接受进来，阿门。用耶稣的身体代替我的必朽坏的身体，阿门。这是信心，对不对？受洗是把我的身体带到旷野中间，和基督同死同埋葬，是不是啊？是。你不是这么信的，你要靠肉体去守律法，你非得失败不可。不信你试试看，不信你的时间就检验真理的时候。你要靠肉体，是不是？你要靠肉体，最后非得失败不可。因为没有一个人靠肉体在神面前靠着律法成义，这是明显的。耶稣活上死，道成了肉身，从高天上卑微成人子，是不是啊？是。目的是把你从律法下赎出来。是的。只要赎出律法，你就无罪。是的。只要你还在律法下，你就是有罪的人。是的。你歇一百年，你都有罪。是的。是不是啊？是。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罪的诠释就是律法，这很明显的。只要今天你在律法下，你不肯脱离律法，那么耶稣做成的救恩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天堂和你一点关系没有，儿子的名分以及诸约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上帝的赐福和你一点都没有，只有咒诅，没有赐福，是不是啊？是。所以主耶稣基督活上死，付出了血的代价，要把他的百姓从律法下赎出来。只要从律法下赎出来，你就是从罪恶里赎出来。阿门。只要你从罪恶里出来，就是从撒旦权下出来了。阿门。只要你从撒旦权下出来，你就从黑暗的权下出来了。阿门。只要你从黑暗权下出来，你就是从世界中间出来了。阿门。
没有别的途径，只有一条路，就是靠着耶稣死。义的代替不义的。对，对。你犯律法，耶稣说行了，我顶罪去。儿子惹了祸，老子来顶罪，就这个意思。是不是啊？是啊。耶稣来顶罪，就是把你替换出来，义的代替不义的，好叫你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神的义。他不要成为人的义，要成为神的义。你只有接受耶稣是替你死，代替你承受律法的咒诅，从今以后你不在律法下，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了。对，好，我们再看，我们再看啊。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找到没有？林后的第五章第十九节，林后第五章十九节，我念圣经的时候你要翻圣经，基督徒从来不翻圣经，那不是基督徒。有的人懒惰，连圣经都不拿。读圣经的时候你跟上，你翻圣经，你要翻一个月的圣经，你看你的圣经会不会很熟的。你不用记，我告诉你的方法，主给我们的方法就是信主之法。阿门。你信不信？信。你就跟我翻圣经，就这么翻，天天翻，翻一个月，行不行？行。我的圣经上没有记号，什么也没有，你可以看。你可以把你的圣经给我，我的圣经给你，我照样拿。就是天天翻圣经，叫你看见神的大能。阿门。阿门。叫你看见神的大能。我从来讲道从来没有预备过讲章，从神呼召我那天开始，神把我压在那个地方压了十三年整，就不让我动，就在那看圣经。我从来也没有预备一篇的讲章。有一次鞍山那个有一个教堂邀请我去，他那个教堂里有5000多人，邀请我去讲道，告诉你预备个奖章，把你那个奖章写出来挂在黑板上。我说我从来就没有写过奖章，我也不会写奖章，我就是讲，神就叫我讲。我说你看那施洗约在旷野中间，他写什么奖章了？啊，耶稣基督讲道写什么奖章了？是的，我从来我连写我都没写过，因为我也不会写奖章，你让我写我也写不了。后来呢，他把我讲的这个课题写在那上面，下面写了几节经文，就完事儿。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9节，我们看这段经文，林后第五章第十九节，找到的，我来读，弟兄姊妹来看。这就是神在基督里教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这是和好的条件。你怎么能够与神和好？必须先决条件在基督里。是的，是。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必须上帝不将你的过犯归给你了，这才是和好的条件。如果归给你，主啊，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对，是不是？是。如果纠察你的罪孽，你死定了。是的。正因为他不纠察你的罪孽，不将你的过犯归到你的身上，你才有出路，你才有活路。是的。是耶稣基督给你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对不对呀？对。不将你的过犯归到你，明明是我的过犯，不归给我，归给谁了呢？归给耶稣。你归了吗？归了，归给耶稣的，把过犯归给耶稣就是义人，过犯归给我就是罪人。阿门。过犯，我的过犯归给我自己，我就是罪人。对，是的。是不是啊？是。什么叫因信称义？我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是义的代替不义的。阿门。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才是真的。
阿们。是不是？是。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叫世人与和好的先决条件。是的。必须找个地方，这个地方必须是一个无罪的地方。是的。那这个地方是什么？就是基督里。我们也住在基督里，父也住在基督耶稣里，父在子里面，子也在父里面，是不是？是。我们都在基督耶稣里面，这是洽谈和好的这个洽谈，这个约才能立成。对。父和我们立约在哪里立？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立。你跑肉体里去了，我想方设法要靠肉体守律法，能守住不？守不住。那是守不住的。守不住你就是死。耶稣基督今天来不是要叫你加紧，你再多给你一些律法叫你守。有人错解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耶稣说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掉，都要成全。他说都要成全，没有人注重，光说律法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是啊，没废去。律法的总结是谁了？基督。是基督了。那么律法总结是基督了，表明耶稣基督是律法的实体，律法是基督的影子。是是不是？是。那影子实体已经来了，影子还要不要了？不要了。举个例子，从前有一个傻小子找对象，没有看见对象前，那个媒人就把那个照片拿给他看了，说傻小子，今天给你介绍个对象。傻小子好，给我介绍对象。就把照片，就这就是你的对象，你看看，你看没看中？傻小子看中了，这就是我对象，天天拿照片。等结婚的那一天，他爸爸告诉他，你必须去接你自己的新媳妇儿。我的媳妇儿在这了。拿的照片，照片是合影啊，那是个虚的，是个假的，对不对？对对。他就拿着这个照片，就这是我的媳妇儿。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那本物的真相。基督这个实体来了，犹太人为什么拒绝基督？不要基督，等待的弥赛亚，弥赛亚来到了，他还拒绝弥赛亚，这就说明他是不识货的人。像犹大是不识货，对不对？魔鬼用多少钱，用世界和万国与万国的荣华来换耶稣基督一跪拜，耶稣没有跪拜，犹大就三十块钱就把耶稣卖了，识不识货？不识货。一扫识不识货？不识货。巴兰识不识货？不识货。他不知道哪头轻哪头重。你告诉我，今天哪头轻哪头重？信耶稣重啊，还是临时得那点实惠重？信耶稣重。信耶稣得生命，不信耶稣下地狱，这定下来的。是，对，无可非议的，是不是？是。有人说王彦浩是东方闪电。这说话都没长嘴，我说发现了。王彦浩是不是东方闪电？你一听不就知道吗？东方闪电是邪教，是魔鬼撒旦的作为。王彦浩东方闪电，反正我也没调查，我就这么乱说。你那嘴是给谁？是不是给谁？被谁买去了？魔鬼买。耶稣说：“你们若不定人的罪，上帝就不定你们的罪，对不对？对。你们若不论断人，上帝就不论断你们的罪。世人都有一句话：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呐。那王浩要是东方闪电，你可以来调查调查，是不是东方闪电？是不是？是。就随便的信口开河，就说王浩是东方闪电。我这个冤屈是因为主的缘故，所以我什么也不怕。”我既然来到这里，脑袋就别再哭腰咽子。从主呼召我那天，我就说主啊，你若是我小的时候信那个神，我从今以后就服侍你，我把我自己的命交给你。我本身是演员出身，是不是？我放弃了我的演员的工作，就是因为主呼召我，因为我不能背了他的呼召，我自己清楚我是怎么来的，我也清楚我是为谁做见证。正如保罗说，到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这件事儿。是是。我既然被呼召了，那么我就要尽我的职分，无论到哪里头，将来不是一个地方接待，国外现在很多很多的地方都接待了，感谢都接触得到，感谢是不是？是是是，这是
没有办法，只要上帝所今天兴起的任何人没有办法拦阻的。是我在大巴车上坐着，圣灵给我一句话，你虽然是软弱，但你口中所见证的道要翻转整个世界。阿门。这话不是从我来的，这亮光也不是从我来的，我跟你们讲的道是脱离律法。有的人跟你讲道是把你往律法里带，这等不等于跟法利赛人一样？一样，是不是？最后他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是借着勾引。你想想，结果是什么？就成为地狱之子。你勾引人入教，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人到这点。约翰福音是不是？是，是不是这么说的？是。耶稣是用吸引，你用什么？用吸引，是用勾引吗？今天给你点小恩小惠，明天给你点小恩小惠，勾引。圣诞老人到处在发，圣诞老人到处发好吃的，勾引孩子。你想想，你那么勾引他，不给他讲道，他能明白救恩吗？不能。他下次来为的什么？吃的。为的点吃的，他根本就不是为了生命的问题。再者，耶稣是诞生，是降世。降生，诞生是从下头往上来的。耶稣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是的。耶稣圣经里从来没有记载耶稣是诞生。是的。保罗却说：“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枉费了功夫。”是的，是。谨守那些日子，又回到旧约那个遗文里头了，旧约犹太人那个节期里头了。我们今天是犹太，是犹大支派的还是利未支派的？犹大支派的。希伯来书已经告诉我们，我是犹大支派的。犹大支派是做王的生命，阿门。利未支派是农仆的生命，阿门。犹大支派出来一个基督，我们住在基督耶稣里面，永远和耶稣基督一同成为祭司，阿门。对不对呀？对。好，耶稣为什么要把你从律法下赎出来？你只要从律法下赎出来，他就不将你的过犯归到你身上去了。阿门。为什么不归于你？我们往下看，第二十节，讲这个和好道理托付了我们，我们要忽略了这个和好道理，到时候就给人传律法，不给人传恩典，不把人带到救恩里头，你说你有没有货了？有货。我们看二十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替基督求你们和好，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听没听清楚啊？听清楚了。这保罗在这里头记载说，我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替。和好条件是什么？在基督里，是不是？是。就不将你的过犯归给你了。是的。你只要住进基督耶稣里，就没有罪了。阿门。只要在亚当里，在肉体里，你就有罪呀。阿门。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叫你在哪里才没罪呢？在基督里。你跑亚当，跑肉体里住，靠生活，不靠生命，靠自己，不靠基督。靠律法不靠恩典，靠行为不靠信心，你能够得到救恩吗？不能。你能进去天国吗？不能。这是永远都不能的。我们再看，往下看，第二十一节。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无罪的括弧里面，神使那不知罪的，原文做不知罪的。什么叫不知罪的？就没有吃过分别善恶树果子的。耶稣不是亚当的后代，乃是谁的后代？神的儿子，对不对？是。他是不知罪的，他是女人的后裔。我们那个肉体的生命都是亚当的后代，是知罪的，知善恶的，知道自己有羞耻，有羞耻感。但耶稣基督有没有羞耻感呢？没有。没有羞耻感。神使那无罪的，原文做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目的是什么呢？在那里面，有的人这么讲，你听这么讲对不对啊？啊，我们光称义了，但我们没诚意。这段经文就解答这些人的，这里面说什么呢？成了，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你成罪了，神才称你为罪为义。你要成罪，神称你为罪；你要成义，神就称你为义。对对对，对，怎么样才能叫你成义呢？必须在基督里，不在亚当里，不在肉体里，不靠自己的行为，乃靠信心，住在基督耶稣里。阿门。乃是我死了，基督活。阿门。不是我活着，基督死。我为什么受洗？就是我死。我为什么领受晚餐？就是基督活。对不对呀？对。不是我活，是基督活。你告诉我，谁活的效果好？基督活效果好。谁活能活出荣耀来？基督活出荣耀来。如果我活，怎么活？充其量也是亚当。是的。使劲活来，使劲活还是亚当。努力活，努力活。你地上的人努力活也活不上天上的样子。你没有看见过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父表明出来。那我今天不接受耶稣基督在我里面长大成人，长成满有基督身量，把父神显明出来。我靠自己地上的身体去在地上使劲活，你还是个老亚当、老夏娃。不信你就试试看。这是主给咱们的方法，这叫信主之法。阿门。一切因信心做成的功夫。阿门。就叫你凭信。阿门。不凭眼见。阿门。不凭手。阿门。不凭行为。阿门。对不对？对。只凭信心。阿门。本于信，以至于信。是不是啊？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福音就在你身上起大能。你只要建立在本于信，以至于信上，福音在你身上就施展大能。阿门。圣灵在你身上就施展大能。阿门。你最后你不仅明白了救恩，而且得了丰盛的生命。阿门。有许多人没等上帝动工了，他就自己动手了。没等上帝动工，他自己先动手。自己动来动去跑到神的前头，啥也没得着。是不是啊？是。神要在你身上建造，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阿门。你重生得救了以后，不是加上行为，不是守律法，上帝要圣灵在你身上更新，脱旧的穿新的。对。以弗所书就这样说的，你们既听见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先脱后穿。对。阿门。行为上的救人，你的救人行为再好也不过是雷锋。是不是啊？是。他要给你拖，你得让拖呀。怎么拖？先叫你征战，肉灵征战。有重生生命的人就有征战。对。你自己和你自己先打，把你自己打败了。有过肉灵征战的时候吗？有。这肉灵征战本不是在这里讲，是不是啊？是。肉和灵进行征战，谁征战过举手来？只要你是信耶稣的，你一定有肉灵征战；只要你不是信耶稣，你就没有肉灵征战。你没有这个肉灵征战的经历，我跟你讲什么都没有用。我大点话啊，这是人的心，我话大一点，你看着啊。这是基督的灵，重生以后了，具备一个基督的灵，这是基督的灵啊，这头是基督的灵。这个身体是谁呢？我的灵。这是哪个呢？这是什么人呢？肉人，旧人，也叫旧人，也叫肉人，我就给他起名叫肉人。这人叫什么人？灵人。重生以后了才有这种现象，是不是啊？是。一个未重生，基督没住在他心里的人，他没有交战。基督一住进他心里头，神的灵和我的灵合而为一个灵的，所以他称为新造的人。
是不是？是。这个心造的人和外面这肉体的，它里面装的是什么呢？义。它里面装的是什么？罪。哎，他俩就开始征战了，肉和灵进行征战。心里想行善，肉体行不出来。对。心里不想作恶，肉体倒去做。是的。明白这时候？有。你别把世人的良心律，你可别当是征战了。亚当夏娃吃完分别善恶树果，马上就有良心律了。所以世人有一种良心上的责备，这种良心上的责备呢，不是什么？这良心责备不是征战，征战哪个是征战呢？基督徒有一种重生以后了，这种征战，重生得救了，是不是？已经有了基督的灵，他属基督的人才有这种征战。怎么征战呢？谁和谁征战？你先找到肉和灵进行征战。我心里想行善，但肉体行不出来。为什么心里想行善？因为有一位良善的主住进我心里，是不是？是。所以我们立志行善，都是神在我们心里干什么？运行。神在我们心里运行，所以这样就产生了征战的过程。你首先要确定了肉和灵进行征战，是不是？是。哪个大？肉体的，这肉体从谁生的？亚当的。亚当，这肉体是你父母，你管谁叫爸？地上的爸。管谁叫妈妈？地上的妈妈。吃什么粮食？地上的粮食。喝什么水？地上的水。接受什么阳光？阳光。接受日月星辰的光。里面这个人，谁生的？神生的。神生的管谁叫爸？天父，管谁叫母？天父，他吃什么粮食？灵粮。喝什么水？灵水。接受的是什么光？真光。对。现在这两个人出现，在什么时候出现？就是正式接受耶稣，凡接待他的。就是信耶稣基督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谁的儿女了？神的儿女。哪个是神的儿女？这是人的儿女，这是神的儿女，是不是？是。凡接待他的，途径是凡接待他的，就是信耶稣基督名的人。那么接待他的是谁？接待耶稣的，就是信耶稣之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谁的儿女呢？做神的儿女。做神儿女必须通过耶稣。对，才能做神儿女。是，不通过耶稣，将来上帝就不承认你。是不是？是。凡接待耶稣基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不是赐给他们权柄，是赐给他们权柄，做谁的儿女？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不是从情欲生，也不是从人意生的。这等人不是这等人，这等人从血气生的，从情欲生的，从爹妈生的，从土造出来的。这等人是生的，这等人是造的。这等人是耶和华在伊甸园里造出来的，对不对呀？对。这等人是生出来，对不对？对。所以凡接待耶稣基督的，就是信耶稣基督名的人，他天父就赐给他什么？权柄。权柄。这个权柄是什么？就是做神儿女这样的权柄。阿们。你是不是神的儿女？是。你怎么是神的儿女？接待耶稣，就做神的儿女。阿们。是不是？是。现在开始了，这里边这个新人是和基督联合的。阿们。跟基督成为一灵，我们找一下圣经，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七节。六章第十七节，找到吗？找到了。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我们看这段经文。什么叫与主联合？你和主没有成为一灵，叫不叫联合呢？不叫。你和主之间还有分家，你和主之间不是一体，算不算联合呢？不算。好，那主耶稣基督他是旧约圣经亚当预表耶稣，夏娃预表教会。如果亚当和夏娃不联合，
他俩能不能生出后代？不能。那你和基督不联合，不成为一灵，能不能结出果子来？不能。不能结果子。我们看这段经文啊，十七节，六章十七节，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几个灵？一个灵。那我现在和基督不能分家，你把基督当作你的头，你当作他的身体，是，对不对？是。你把基督当作你的属灵的丈夫，你当作他属灵的身体。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是真正联合的。这一联合，你的灵，现在这是我的灵啊，我的灵不属肉体，我的灵乃属基督的。什么叫属肉体的？凡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人若有基督的灵，就不属肉体，乃属基督的。这是罗马书第八章里提到的，是不是？是啊。那么属灵属肉体用什么衡量？我说属灵的话就代表我属灵吗？不。我做点属灵的事代表我属灵吗？不。不是的，真正的属灵，真正的属灵是有了基督的灵才是属灵，是。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灵的。是的。所以今天属灵属肉体可以，那些属灵的人可以装，不属灵硬装，没有重生生命硬装。这里面就说已经重生得救的人才叫什么？属灵。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不叫属灵。对。他的灵属肉体，他的灵不属基督。基督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从今以后你们的灵就属基督，你们的灵不属肉体的。对对。这叫属肉体，属灵，是不是？是。好，基督的灵住在我心里没有？住了。住了。基督灵住在我心里头，现在他就有一种交战。我们先把良心，那个亚当起初犯了罪，那个良心，那个里边良心那个责备把它去掉。良心责备谁都有，世人也有良心责备，对，有没有？有。老牛没有良心责备，是不是？是。老牛把别人家的地给踩了，或给吃了，庄稼吃了，从来没，哎呦，我这良心责备呀。狗把别人家咬了也没有良心责备。世人他有一种良心，这种良心率，假如说你骑自行车一下把一个孩子撞倒了，你心里过意不去，那孩子在地上躺着，你骑自行车就跑了吗？不能的，你这良心呢就下不去，所以下了自行车把孩子扶起来，问孩子怎么样，卡坏了没有，是不是得这样问？是。好，那么我们看有了这个基督的生命，我的心灵就被洗净了。阿门，阿门。这叫重生的洗。阿门。我的生命就洗净，我们俩就合而为一了。阿门。这个就叫从神生的，从神生的生命是不会犯罪的，这个不会犯罪的生命。那么这个犯罪生命怎么办呢？与基督同死。他俩就开始交战了。心灵里立志行善，肉体作恶。心灵里想做好事，肉体倒不做，有没有？有。我立志行善，由着我，只是我立志行善，哪个立志？灵人立志行善。为什么灵人会立志？基督。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你这一立志行事，肉体就跳出来想靠行为，这一靠行为，非但没有行好行为，反而倒犯了。是不是啊？是。我也想行好事，但肉体没行出好事。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我们可以看这段经文，肉和灵交战的过程。肉和灵交战的过程，我们可以看一下。十四节，最后我们看保罗是怎么处理。找到没？找到了。我们原小的律法是属乎灵的，律法我为什么要脱离律法？因为律法是属乎灵，我靠肉体没有办法守住属灵的律法，因此我要脱离律法。怎么脱离？就是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是，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是不是？是。我们再继续看啊，我们看第十四节，这几节经文特别重要的，我们原小的。我是属乎什么？说律法是属乎灵，但这个我是属乎谁的？肉体。是已经卖给谁了？卖给罪了。卖给罪了。
你罪的人能不能行善？不能。不能行善，你才受洗的，是不是？对。好，再看啊，再看，我们原晓的律法是属乎灵，但我是属乎肉体。这个老我，它本身属乎肉体，是已经卖给谁了呢？卖给罪了。再往下看啊，因为我所做的，第十五节看啊，因为我所做的，哪个我？老我。因为我所做，注意看啊，你不看黑板，你就看圣经。我不会给你念错的，因为我所做的是我自己不明白的。这个我老我做的事情是心我所不明白的。是是，是不是这样？是。再往下看啊，我所不愿意的，哪个我不愿意？心我不愿意作恶。下面再看，我所不愿意的，我倒去做，是不是？是。你看。我所不愿意，这个我不愿意，那个我倒去做。这个我不喜欢打孩子一巴掌，这个我那手随便就打了一巴掌，是不是啊？是。有没有这时候？有。这个我不喜欢作恶，这喜欢，这我就随手就做了，或者是不喜欢骂人，这随口就骂出来，是不是啊？是。在这种现象，我告诉你，我恭喜你，重生了。神叫你俩交战，目的是什么？叫你两个人交战，这是两个人。旧约那是预表，以扫和雅各是两个人，代表一个重生的生命，一个是属土的生命，是不是？是。一个是法勒斯谢拉，代表一个从神生的，一个从肉身生的。是。扫罗王大卫王，代表一个肉王，一个灵王。是啊，是不是啊？是。还有以实玛利和伊撒，代表一个肉王，一个灵王；亚当和基督，代表一个肉王，一个灵王。是啊，阿门。好，再往下看啊，十七节，第十六节，若，倘若，注意看，我所做，这是我，黑板翻，倘若我所做的，十六节啊，是我不愿意的。是心灵从神生的我不愿意的，肉体的我从亚当生的我所做的事情是肉我所不愿意的。他做事是他不愿意，这就说明他俩不是一家的人，一个姓耶的，一个姓亚的，哪个姓耶？从耶稣生的姓耶。哪个姓亚？从亚当生的姓亚，是不是啊？是。这个地方重要，这个地方特别特别重要，就是每个教会你都得明白，不然的话你光看我有好几个我，多少我，几十个我在这一段圣经里，是不是？是。再看十六节啊，若我所做的是我，你只看着黑板，我念你看黑板，若我所做的是我不愿意的，你一下明白，你一下欢欢喜喜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最后脱离这个人，怎么脱离？借着洗礼。最后我会给你讲到这个地方，最后一天呢，咱们讲到洗礼与晚餐，好不好？好。你脱离完了，你一下就欢欢喜，一下得到主的生命了。阿门。一下就高兴了，欢欢喜喜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你真正得平安了。阿门。不然你在你一辈子过一辈子，你还是没有生命，是不是？是。这下见证一下，你有没有这种现象？有。心里想行善，肉体没行出来。心里不想作恶，肉体倒去做了。有没有？有。你告诉我，你重生了吗？重生了。怎么重的生？从圣灵生的，就是灵。从灵生的，就是灵。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这两个生不一样啊。对。你把它混淆在一起，一混就坏了。阿门。旧约的耶稣耶和华造光的时候，造完光，他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给什么？分开。你分都不分呐？肉和灵你也不分，麦子败子不分，新酒旧皮带不分，全混在一起。旧约新约，旧约给犹太人立的约，你也往你身上安，是不是？是。新约是给万民立的约，旧约是牛羊立的约，牛羊血立的约，新约是基督的血立的约，哪个约更好？基督。哪个约更美？新约。听没听清楚啊？听清楚了。要把这道存在心里头，只要存在心里头，
这道不跑，道就是神。阿门。信道就等于信神。阿门。不信道的人嘴上信神也不算。阿门。是不是啊？是。嘴上说我信神，其实他不信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阿门。信道就是信神。阿门。没信道者一辈子都得不着神。是的，是不是啊？是。他说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是不是啊？是的。好，再看啊，再看十六节，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律法是属灵的要求的对，但我肉体软弱达不到，是，达不到我就得死，我就得怎么死？借着什么途径死？借着受洗归入基督的死。是。罗马书第六章就是受洗归入基督的死，我达不到我得死啊。是的。你达不到就剥夺你活的权利了。对。是不是啊？是。剥夺了你活的权利，把活的权利也让给主。Amen。 好吧。好。基督不但要替你死，还要住在你心里，长大成人替你活着，你干不干？干。这就是神今天在圣经里明确的末世的话语，绝对的真理。Amen。 不是走这途径的，你都走不到头的。是你放心吧，耶稣没有说口里都喊主啊主啊的人就都能进天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那哪个人遵循天父旨意呢？新人呀。这个人遵循天父旨意。哪个人不能遵循天父旨意呢？外面这个肉人不能遵循天父旨意。那不能遵循天父旨意的人，那就得借着洗礼归入基督的死，和他一同埋葬。哪一次？